欢迎，到我每个礼拜六、礼拜五的这个 We Life，Oh my god！Room Meeting，现在欢迎我们的President，有关于我们公司的介绍。全球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素哈。今天呢，我在这里跟大家相聚在一起。每一个周末，我们都能够聚在一起，啊，我这个地方呢，来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公司呢，是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生物科技和人类健康产品研发及销售的公司，总部呢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科研团队呢拥有了30多年的科技研发的经验。目前呢，我们在洛杉矶、纽约、多伦多、台北、香港。那东京、首尔、悉尼、巴黎等有多处地方设有办事处和战略联盟。那么我们这样的一家公司，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使命呢？就是以人类健康为第一使命，那追求青春和美丽。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呢，我们希望能够以健康为主题，尤其现在疫情非常严峻的今天。一场疫情让更多的人觉得了生命诚可贵，那么我们公司呢，就是以生命科学健康为计划为主题，在帮助人类实现自己健康管理的同时，实现财富自由的现代化平台。那么我们公司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蜂鸟是时间和美丽的守护天使，嘴里衔着的莲花代表着永恒和健康。那么这个 logo 呢？它来自于很多，就是，读圣经的朋友都知道，当创世纪里边讲到人诺亚方，当世纪全要灭亡的时候，那主耶稣把所有的物种都归聚在诺亚方舟里边，当所有的就是创所有的新的一天到，新的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当诺亚方舟开舱的第一个开出来的时候，飞出来的就是鸽子。它嘴里衔着的橄榄枝，就表示生命的开始，健康的开始。那么我们公司来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团队哈。那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那我是公司的一个投资人。那么我们 Dominic 呢，是西班牙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Steve Huntsman 负责是北美，就是美国是美的，就是美国人市场的。Doug 的 Rudy 呢，他常驻于亚利桑那州，因为他是荷尔蒙研究博士，他在亚利桑那州拥有几个药房，那呢他有自己的实验室。那么 Amir 他是我们公司的 CEO 兼总及执行官。那么我这地方呢还要强调的是 Doug 的 Burkin。他是荷尔蒙研究之父，在美国呢有一定名望的。那今天他又发了我很多资料，关于他今天他看了三个病人，其中三个病人在美国，在 Beverly Hill 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是 Artie，就是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音乐家，还有一个是医生，非常有名望的研究就是内分泌和研究这个免疫的这个医生。那我觉得我们公司这个研发的团队还是非常非常的棒的。那么大家可以今天我可以看到大家啊，我给大家试一下我自己胸口戴的这一块这个石头，它不是一般的普通的玉石啊。我们在以后的会议当中，或者在我们今年9月份要是在巴厘岛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上次在泰国年会的时候，大家已经见到 Dr. Sandra 了。我这一块石头就是 Dr. Sandra，不是普通的，是经过他的特斯拉的机器，有能量波在里边的。所以呢，当我这里几天疫情很，就说特别严重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能量，因为这个能量波可以增加我的体质，增加我抗衡的能量。所以呢，其实我家里有这个机器，我可以测我的 energy，就是测我的动力和精力。那么这是一款新型的叫特斯拉技术。那么如果大家有 Sandra 博士的那个 Facebook 的话，你可以最近可以跟踪他，就是在 virus 现在非常严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建议大家的。啊，那我们现在还有我们的亚太地区总裁 Ben，那么每个州。
他有两次的中文课堂在这里边给大家主持，还有呢英文课也在给大家讲产品。那么 Steve 他呢，就是我们现在刚才看到的哈，他是每一次在做我们风控和战略总监。那么在公司这一块呢，为我们每次的 room 提供很大的方便，积极的组织公司的所有的会务工作。那我们现在来就是讲，现在就讲一讲哈，我们公司的那个产品哈。我们公司呢第一款主打的产品呢就是 HGH。那么，大家都知道，看到这个图，大家可以感到哈，我们就说，先来讲第一幅图啊，就是人类 HGH。大家看这个图标图就可以看出，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自身所带有的 HGH 是非常的多的。所以我们当小 baby 的时候，是生下来那一天起就吃了睡，睡了吃，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含有大量的 HGH。 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25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的 HGH 就开始到了顶峰，就开始下滑。随着年龄越大，大家可以看到缺的越厉害，到了60-70岁的人缺的是最厉害的。所以呢，我们就说人体到了25岁，人体就停止了，就产生了新，就是这个时候就产生新的荷尔蒙，就需要有我们补充我们新的荷尔蒙来帮助我们新陈代谢。我们公司呢，就是因为 HGH 这个对人体的就是延缓衰老，增加人的延长宽上，增加我们的亚健康，提供我们的精力和动力，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公司也就是提出了第一个产品，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Body Dome Gel。 那么这个 Body Dome Gel 呢，我们是在美国进行注册的，它也是注册在 FDA 注册，我们是得到注册批号的。那么我们这一款的 HGH 呢，和市面上的 HGH 呢，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那么我现在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公司的，就是说这个 HGH 呢，它是有191个氨基酸组成的，但是呢，这个 HGH 是常规的，是肽链191个，它是比较的长，很难被人体吸收。Smart Chopping 这家公司呢，就截取了这191个氨基酸组成这个肽链里面，截取了一小部分，可以修复人体细胞的这一部分。叫做 Homeopathic HGH，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商标上面都可以看到 Homeopathic HGH。 那 Homeopathic 就是说是截取了这一小段，是容易被人体吸收并且修复的，可以呢快速的进入，通过透皮吸收顺势疗法，能够快速的进入我们的皮肤，到达血液，这个时候脑垂体，这两侧的脑垂体出来分泌我们的就出来工作。那么我们人体的8可以看到这个图有8大腺体，那么我们的8大腺体就出来工作。当你哪里有症状的时候，你的反射区反应出来的就会有症状出来，那么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么刚才就是讲一讲 H， 很多人都说 HGH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产品的，其实 HGH 呢已经发展有100年了，应用时呢也有60年。这1920年的时候呢，首先第一次就是脑垂体的大量分泌，但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用于医学实践。1958年的时候呢，就被波士顿的内分泌专家瑞贝呢，经过实验以后呢，临床用于猪瘤病，就是个子矮小的人，就给他注射。1976年的时候呢，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波伊尔用 DNA 基因重组技术产生出与人类分泌的生长素完全一样的药物，只是在结构上有一个氨基酸的差别。那么到了1985年的时候呢，卢德曼博士已经提出人类生长素能够逆转衰老，并且在新英格兰杂志上指出，补充半年的人类生长素以后可以逆转衰老的程度相当于10到20年。那么我想的话啊，在座的各位家人都已经开始用上了这个产品，那么我本身就是产品的受益者，就是说我的生活用完了以后，我每天就离不开了我们公司出的 HGH 产品。那么到了1986年以后呢，他与给美国的那个医科大学合作，
1996年的时候呢，FDA 批准人类肾脏素在人类荷尔蒙当中替代疗法是可以长期使用。1999年的时候呢，就是将 HGH 可以注射。到了2001年的时候呢，荷尔蒙就在广泛的使用当中。那么 Smart Chopping 这家公司呢，是应该在3到4年前就开始呢研发出了就是 Homeopathic HGH，就是通过皮肤吸收那个到达人体当中，可以进行起到修复的作用。那么刚才我刚才提到一个叫胜石疗法，胜石疗法呢，就是一个自然治疗的方法，是有效的。就是我们的经过30倍的吸收稀释以后，然后通过皮肤吸收，然后进入人体里边。那这个胜石疗法呢，不是压抑状态，就好像就自带把信息的钥匙，那开启身体恢复身体健康平衡的机制。那么我们公司的那个 HGH 呢，是专门为那个，其实有的 PDF 里面讲35岁，其实超过25岁以上的人，男人男女都可以用。那么如果你呢现在在这个就是说有癌症或者是肿瘤症状非常明显的时候呢，我建议你呢不要用。那么我在这地方再讲一下呢，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他自己，他说我怎么知道我去 server 是一个客人，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肿瘤，他有没有癌细胞？那被人家用出来，那怎么样？我可以跟大家再讲，用 Dr. Rudy 的一句话来讲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情况下，他改善他的亚健康，哎，觉得他某些地方反射区的反应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他就引起了重视，他就去看医生。我遇到过一个案例，他用着 HGH。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不敢用了。我说什么情况？他说我用，我的月经就不来了。我就跟他讲，你赶紧去检查身体，要检查女性的雌性激素、血液里边的钙、D3，还有你的那个就是孕酮体这三个指标，去按照我的要求检测。结果他检测了，拿来一看，但是他说。我以为我一直很健康，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原来有这么多问题。他说："你知道我的钙去到什么程度吗？正常的人的应该是8到9。他说他只有2点多到3。他说："哇，他说我缺钙缺的特别的厉害。一般凡你碰到这样的案例的时候，就是要叫他去检查身体。然后呢，他根据我们的要求补充了大量的 D。"再加上我们的 HGH 以后，哎，他说后来他的症状就调整了，那么这样子反而有利于他身体的健康。那么你今天遇到一个这样的患者，你建议他先去，如果他有症状反反复复有好几次，你建议他去看医生，因为我们这个只是一个保养护肤带着亚健康调理的一个产品，它不是药，所以呢，他当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建议还是去看医生。那么我这地方来重点介绍一下 Dr. Rudy，在 Dr. Rudy 上，2周前呢，大家在视频上跟他一起探讨一下现在的状态，我们这个时候HGH 的使用的方法。那么我想的话Dr. Rudy 呢，大家都并不陌生，大家在泰国也见到他。那么他是一个同时荷尔蒙研究的一个专家，他呢撰写了《荷尔蒙愈合：生物同质荷尔蒙，了解孕激素和它和生物。同质激素等，那他在荷尔蒙领域这一块呢，有非常的独特的见解。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公司只是上了一款 HGH，就是荷尔蒙的一个总的荷尔蒙产品。那么荷尔蒙里边呢，也可以再分，叫 progesterone、estrogen，还有呢，就是 DHEA。那么就是这个是用来男性和女性在使用的，因为这个呢是对人体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等我们。公司的 BioWell 这个机器过来以后，我们测入我们人体里边缺什么的时候，一个数据，就是一个数据会出来以后，我们公司会在 HGH 这个荷尔蒙的基础上，会再加三款产品，荷尔蒙的产品来调整我们的人体。那么，我有好几个在中国开美容医学院的，前天和昨天都给我打电话，哎，说。我要 HGH，
我要迭取 EA，我要雌性激素，我要孕酮体，我要男女性功能的荷尔蒙产品，要求的都是这些的。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本身就从事在国内从事荷尔蒙研究的。他说，未来的10年在中国真正那个在全球起到领先的在行业的话，就是荷尔蒙产品。所以，我们今天在 WeLife 公司里边，大家先接触了第一个荷尔蒙产品，就是 HGH，那叫 Master of Hormone，它是一个总的荷尔蒙。随着我们公司逐渐的医生和团队逐渐的加入，我们的产品系统化，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机会，既了解了科学的知识，同时又提高自己。有改善自己亚健康的问题。好，我们下面来看下一个。那我们 HGH 用了以后呢，我是产品的受益者。那么有的人说，哎呀，你的这个 HGH 和市面上的 HGH 有什么不一样？那么我们这个公司里边 HGH 里边最主要的成分就是 Smart Shopping 这家公司的30倍稀释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啊。那么很多人都说，这个成分那是30倍稀释，那么它到底来自于哪个部分？是动物身上来的呢，还是植物身上来的，还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我们公司选择这款是来自于人类合成细胞的这个 HGH，因为呢，举个例子，我今天人体细胞的它的组织分别这个是这个 A，那么 Smart Shopping 这家公司它就 make 一个 B 出来。A 和 B 是同等同质的，又叫同质荷尔蒙，所以它俩一进去以后就完全被吻合，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用动物的话，会对你的身体会产生排斥性，长时间用会破坏你的腺体。举个例子，你今天是一个甲状腺素不缺的人，那你外界的补充多了，那你肯定自身的就是停止，那多了嘛，它就达到身体的平衡性，那它就停止了。长而久之的话，揠苗助长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还有呢，自己的本身的腺体如果不工作了，长时间的话，你就一直要依赖于外界的。当然，你短期里边你用1年2年，可能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我的工厂，Maria 就跟我讲，你要是做含有这个成分的，我不会接受 WeLife 公司的加工，我可以推荐一家工厂给你，这个钱我不赚，因为他说我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上帝会在看着我，我非常的感动，感动的是什么？因为我找到了一家非常有正义感，还有就是心里面有一把平衡的这个尺的这样的一个工厂，我很开心。所以我就听取了工厂的建议，而不是听取了某一些市场的声音，说某某某某某那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快，不是的，细胞修复和它改善需要一个时间，一般是3到6个月，这是正常的。今天突然就是说我用完以后，哇，我身体改善，这叫快速的。把你身体里面所有东西都调动出来，跟总司令部一样调出来，让你感觉哇，就跟打了鸡血针一样的。时间一久，你的干细胞，你身体的其他细胞会凋零的非常的快。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公司专门做研究干细胞的或者其他的，对这一方面他们还是有独到的见解。但是我们今天 WeLife 公司里面这个产品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刚才讲了 HGH 的这个是来自 Smart Shopping 公司，是一个跟人体完全同质的这样的一个荷尔蒙进来的，所以没有任何的排斥，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再加上我们有一组高抗氧化、纯天然的植物精华的组合，用的非常的放心。那么我讲的是第一个成分叫 Icura，这个是一个诱水的因子。它就起到一个用上我的皮肤以后呢，就是皮肤非常非常的保湿，啊，而且呢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锁水的能力。那么我们用上以后呢，它会让我们自己在细胞当中自动发现，用完了以后我们就分泌成这种自身的玻尿酸会增加20%。
所以大家就说，哎，用上这个洗完脸，用上2到3滴，用什么？省了水，省了精华液，所以非常简单。本来要女生要洗完脸，要补水，还要打精华、眼霜，这三个都不要了，就是这么2滴，全身、脸部、脖子涂一下，就替代了这个三个，去掉水、精华、眼霜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斯卡库，这是一个呢湖底浆花，它翻译中文是湖底浆，它是湖底浆根部的糖类提取物，它呢是起到一个皮肤呢就是一个提亮肤色、滋润柔软，让皮肤呢肤色更加的均匀。那么很多人在用完以后呢，他会感觉自己的脸上有斑的人会觉得他的斑啊会淡化很多，但有的人就说，哎呀，我用了你们公司的产品以后，我为什么我脸上的斑越用越深，其实你这个斑，如果只是在皮肤太阳照射下形成的这个晒斑，它是很快会消失掉的，它在表皮很容易淡化掉。如果你今天的斑来自于你的肝脏，你的肝脏不干净，出现了很多的湖底斑，而且很深，会用上这个产品以后，你的斑会更深，是因为为什么呢？你边上的那些美斑的地方的皮肤就更加的滋润白嫩了，但是这个斑暂时还是去不掉的时候，就显得这个斑就更明显了，并不是说这个产品不对你的斑没有效果，是因为你的肝脏一定要清肝脏。等一会儿呢，我会再讲另一个产品怎么样去帮你清肝。清了肝脏以后，你的肝部干净了，你的脸上就没有斑斑点点，那你自身的 HGH 加上我们公司这个 HGH 产品可以进入你身体的时候吸收的更好，然后晚上你自身的肝脏清干净以后，晚上你睡觉睡得好，你自身的 HGH 就产生出来，外调内补，这个是一个完美的组合，所以就说你的斑会逐渐的改善。因为我看到 Sherry 的变化，我可以就说 Sherry 是作为一个美容师，她说我每一次见到她，我都会惊喜的给她一个拥抱，因为我觉得做一个美容师的话，我特别能感受到那个脸上长满斑，而且我能感觉她那个脸上那个湖底斑、干斑，一点一点的，就是它不是1天2天就这样淡下去的，是先慢慢深的地方一点点浅，一点点浅，就是往中间。她的现在脸干净了很多，她告诉我非常的开心，我很感谢公司有这个产品，然后我觉得自己的肝脏在每天在干，就是自动的在 clean。她说我现在睡眠特别的好，那我就觉得就是说用一个产品你需要一定时间，因为你的亚健康不是1天2天，可能几十年这累计出来的，它需要时间。去慢慢的去进行修复。好，那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是我们公司的 HGH 里边的这个，我现在给大家讲的这个是白藜芦，第三个成分是白藜芦醇，叫 Resveratrol。那么它白藜芦醇大家都知道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啊，它呢对皮肤呢又很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那么大家吃了我们公司的白藜芦醇以后，那你也可以剩下的这个袋子打开了，也可以对脸部做一个。再次的做一个补充，啊，可以做一个面部的修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因为它本身就对有抗氧化，而且对皮肤抗衰老、长斑有一定的很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我这里边要讲的 MCM，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有关节疼痛，就像我的妈妈用了30多年的关节炎，就是。坐骨神经，因为我们公司产品，哎，他用了1个多月就觉得骨头不疼了，是什么原因呢？除了 HGH 正在修复以外，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分叫甲基磺酰甲烷，他们是 MCM，这是在美国 Costco 里面、猫屋福瑞里面，中国大陆很多人只要到美国来旅游，都会把猫屋福瑞带回去，它里边的最主要的成分就是 MCM，它呢。是可以，就是可以增加我们关节和关节黏膜之间，可以一个是消炎消肿，第二个呢可以增加它的润滑度，所以呢，这个 MCM 呢可以简化关节炎的疼痛，可以软化软骨质。你除了我给我们讲公司的 Muscle Gel 涂在疼痛的地方以外的话呢，涂完以后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平时不疼的时候，也要买 HGH 在这个地方涂抹，在疼痛的地方涂抹，它会对你关节疼痛有很好的缓解的作用和治疗的作用。
关于我们的这个产品怎么样使用，今天呢，我想啊，可能还有一部分新人来到我们这个群里。那么怎么使用呢？很简单，早晨洗完脸，很多人都在问我，哎呀，公司那个消费积分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大家不要着急，因为呢，我们公司现在现有的产品里边上的这个叫主驾的产品，我们现在不用消费积分去换的，消费积分里边会用商城的形式来提现出来，大家可以拿到你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叫洗面奶，拿到你非常喜欢的精油，你可以拿到你喜欢的晚霜、日霜，你可以拿到你喜欢的其他的一系列的新产品，以后消费积分这个地方呢，产品会非常的丰富，大家在消费积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拿消费积分去换这些产品。换了这些产品以后呢，将来我们随着我们消费积分的增多，我们产品的琳琅满目，这个地方就自然形成了商城。这个地方是用来做商城用的。那么很多人就说，拿了公司的洗面奶以后，那我跟你说，我用了其他公司的洗面奶，我都不喜欢，我唯独拿喜欢 VLIFE 的，因为它的 pH 值是零，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用上去涂在脸上以后，非常的柔和，洗的脸上洗的干干净净，卸妆卸的非常的干净。我有好几个在美国的人会员都给我打电话说那个货还有没有？他说我跟大牌的比，没法跟我们 VLIFE 公司的洗面奶比。那么洗完我们自己的脸以后呢，脸上干净，那么挤上黄豆粒的大小，脸上有一点水，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把从脸蛋到脖子我要打的时候，我眼周都会打一下，因为这个就省了眼霜，省了水，省了精华液，20几秒以后，皮肤就渗透进去，非常舒服。那么有条件的人，你有条件的，你有那个按摩棒的人，我建议大家，我试过，那你觉得很想要你今天这张脸显得很饱满，就像我今天站在这地方，大家看到我的脸，我脸上笑起来，我很少看到我的鱼尾纹。是因为什么？我全部的脸被提升上去了。那么你如果用按摩棒的话呢？你挤在你的脸上以后，你就用那个按摩棒把它拉，就这个顺势，然后再那样顺势。你可以做半边脸。有朋友到你家里来，你说："哎呀，今天我们来给你做一个什么实验？"你就这让他做半个脸，这提升上去，而一两分钟以后，这个脸提上去了，这个脸就耷拉着，非常的明显。之前呢，就是明秀呢也做了这样的实验，在那个商场里或在美容中心就告诉大家怎么样做这个。如果你有这个条件的话，我建议大家去用用哈。那如果你白天出门呢，因为这个天气要加州的阳光非常的灿烂，你想出去要涂一点点那个防晒霜，就是日霜也可以。晚上呢，就同样的方法再来一次，涂上晚上就可以了。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马上我们公司的新的那个护肤品出来，但是我这个时候我会做成做在那个消费积分里给大家来换去我们现在主打的产品还是我们的 HGH 我们的白藜芦醇，还有我们的免疫饱和 AMP，那么其他的丰富性的产品呢，我们会在那个消费积分里，让大家有更丰富的项目去选。